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日耶稣受人最爱的读经，人是用圣约翰福音，了这个耶稣主的受人历史，是真长，所以神父就无读。今日咱较侪人会去参加圣约翰所过经的这个受人最爱的礼仪。了，你若是无一个机会，了就请你家己都来，去本圣经来读，圣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，耶稣主的受难史，直到这个十九章。今日是假期，所以有时间。所以找这个时间慢慢读、慢慢念、慢慢默想。咱上个主日、下个主日所读的受难诗，是读这个圣马太福音，了三年一拜，圣马窦、圣马太福音、圣路加，安尼轮流来读。但是受难最好日，逐年本是读这个圣约翰的，所以今日也是朋友，咱是推这个圣约翰的受难史。那咱读的时候，爱慢慢读，慢慢默想，爱入耶稣的心来，去了解耶稣的思想、耶稣的感受。咱咪只看一个外表个物件，出咱准备掠耶稣啦、骂耶稣啦、拍耶稣啦、定伊到十字架啦，了其他个人啦，兵士也好啦，比拉多也好啦，出犹太群众伊人打伫个，咱咪只看只出外表个物件，外咱爱接耶稣主个内心去默想。了，就是默想的时候呢，上次要的就是听耶稣主所答的话。耶稣主答了几句，耶稣主对这座爱来掠伊个做兵士，伊个人他宁缺地点，宁缺拿扎勒人耶稣，我就是老板。耶稣就说道：“我就是。”了，接触其他的人，我接触门徒，恁帮伊人去，恁卖去查销伊人，恁爱掠就掠我一人。了，到耶稣主受审判的时候，有一个兵士就打拍了耶稣主一个，但日阵你就先回答这个。审判个那个将官，耶稣主甲这个兵士，那你做你拍我，我若是伫个打错，你甲我斗，我伫个打错，但是你袂使就先拍我。了，比拉多问耶稣呾，你可是犹太人个君王？耶稣回答伊呾，你就先问是你家己想爱知。还是别人甲你打了，你来问我个。耶稣也甲这个比拉多打，你咪晓得你个框是家己来个。你所以有框，因为是天将赐给你个。是我是君王，但是我个王框唔是这个世界个。那是我是世界，我个天父就爱派兵来甲我保护我。我个国唔是属于这个世界个。所以咱听耶稣主打几撮话，甲平时打好，甲比拉多打好，意思是滴个。咱今日好好去默想。了到最后个时候。耶稣打了挂句真切要的话，
一句呢，就是对伊个母亲，迄种是就是伊个母亲甲上一帮，甲伊母亲个挂界朋友到十二个诶。耶稣主就甲伊母亲打退，了解几次，就是去一个食王，要对食王打退了解母亲，就当何种时，伊个门徒就接下步到伊个来徛。要耶稣乞求最后一口气个时候，伊打了两句个，对古时打。话嘴大，伊个意思唔单单是呾伊身体大，伊是呾伊渴慕寻求天主个旨意，也渴慕能回应天主个话，天主个救恩。要最后一句是往生咯，往生理解就是往生了天主个善意。了，咱今日个贴经。最后有一句话是呾，有一个兵士用一个长枪插入一个病历骨，这个用心头个插入去，了到伊下个呢就流出血甲水，血就是生命个象征，水就是下生个象征，就是耶稣死个时候呢将。生命甲下生赐给咱，所以咱今日好好个默想一撮，圣言，尤其是听耶稣主所大个话，要听一撮话，对咱教育个生活有啥物意思？咱就能做，特别是有一个机会，咱去称十字架。今日就算你去下登参加一个六一，并无机会来签十字架，因为最终咱有一个疫情的关系。所以你灭烧之后呢，我就请你去一个家来一个碎碎的十字架来灭烧，同耶稣主为咱钉到十字架，表示对伊个感恩。了。一直家己去这个碎十字架来签，啊，就是表示咱对耶稣主的爱，耶稣主的恭敬。了，家来若是有两件，啊，咱会得甲伊人解说这个受人罪的意思，了，啊，得请伊人啊来签耶稣主的十字架。所以，咱用角色的办法来默想耶稣受人甲。伊个受难对咱个意义，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